拜拜。今天就到这了。还有日头，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卡还没开始。他有录了吗？对。确定吗？确定啊，那个可以按了。上面不是有红点点吗？对，上面有就是在录了。嗯，所以我这边就会剪进去。你是不是刚玩手机吗？你们不是手机打招呼吗？不是，是你刚看那个连接很近。欢迎来到小球的频道，他是我是哈子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个东西。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到焦啊？当然没有，我多想。他的粉丝在他生日会的时候啊，我一直看那个小屏幕。他的粉丝在他的生日会的时候送我这个。不 ，Go！ 他的这个是多少？他的粉丝在他的生日会的时候送我这个，因为他知道我超喜欢伊布酱，超 Q 的，我超喜欢伊布的，他就送我这个相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组他吧。应该会蛮艰辛的，因为我刚解释说明书给他听的时候，他看不懂，所以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吧。当，它的说明书，我靠，是日文哎！我的天哪，没关系，我也看不懂日文。总之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是材料包，反正就是等下会把门组起来，不要弄乱哦。好，你也不要定格。先看就是这个。很可怕，我很怕它坏掉。我来帮你。我可以。好好好，我才是这个频道主。好好好，加油！你要我的时候喊我。啊，然后。这个绿绿的，绿绿的，绿绿的是个很可怕的颜色呢。对，我无法反驳。你是这个片的频道主呢，你要加油。好，频道主做什么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吧？那我们试做它喽。我认真做啦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，是什么？我们一起学猫叫叫，一起听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。来年第二层了，我头好痛，交给你了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频道组。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活得好好的。也是呢，生命会自己找到自己的出路的。我觉得很可爱，我还蛮喜欢的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喜欢。想继续看可以按个订阅，然后记得每天看这部影片看10遍。
订阅哈值，拜拜。